你干嘛梳子戴在后面啊？你是国中生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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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爆头。One two three， 这一晚厉害。这段的日子里面，我们不会只有唱跳这件事情。唱跳不会是我们组团的唯一的一种表演的方式。以魔鬼教练钱维娟为召集人，集结24名女孩的大型养成系节目《炸裂吧女孩》正式开播啦！我就其实蛮紧张、蛮害怕的，很害怕。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吧，差不多了也就该骂了。对对对。双女孩觉得芊芊很凶的。不可能，因为还没有开始凶，真的啦。我觉得我的最大的晋级会是林香，应该是林香，我觉得是林香。哇，大家加上比。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的能力真的有限。我都是后段班的，我本来就不是喜欢抢风采的人。但是女孩们公认的家乡迪林香，才第一集就把大家风采抢光了。会比较好怕，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比较紧。对，线比较紧一点。想不到你也有聪明的时候。我之前就是差点被当全明星的选手。加油加油，小心哦！小心小心，下期会轮到什么？轮到麦没有拔吗？有啦，麦有拔。你干嘛把梳子带在后面呢、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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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打扮方面，像那个贴钻石、蝴蝶结，可是节目需要打扮，需要啊，都是女生一定要漂亮的在观众面前啊。就大家小心机都很多。你觉得谁说妆化的最不好？没有啦，就一个。我说，哎，你这个口红没涂好。주디라고합니다지금현재대만에서유튜버로활동하고있고오늘은이렇게어떤프로그램을참여하러왔습니다신종的台湾人热情的样子是就是干杯对杯怎么这位看似讲话超温顺的韩国 YouTuber Judy 带来的反差也让观众们眼睛为之一亮抓球的时候要马上打对方，对对对，然后眼神要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对方会很可怕。朱迪，我觉得他很棒，你看那个躲避球，他是专业的，不怕的，用胸抱的这个动作，他是有胆量的，他是我认为目前里面真的是最勇敢的。我是中信兄弟啦啦队的浮夸甜心凯蒂。参加这个节目我很紧张，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所以我在参加之前呢，我就在家写好了遗书，我就在家写好了遗书，我就在家写好了遗书，就是要交代我，就是我身后事要怎么办啊？先交代给家人，希望我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度过跟走过。因为我不觉得我浮夸，我只是感官很容易放大。对，这是我的特色。我只是感官很容易放大。